大家好，我这盆太阳花栽种只有两个多月，现在呢爆满盆了，观赏性呢也是非常高的。虽然是单瓣的花朵，最主要是不开花也能作为观叶植物来欣赏。我这个品种的太阳花不仅可以观花，叶子呢充足的光照也会上紧，非常漂亮，而且呢叶片比较宽。再看一下普通的太阳花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叶片花朵虽然是重瓣的，叶片呢没有多大的观赏性。开出这么多的花朵，叶片这么艳丽，每隔20天用磷酸阿金碱给它浇灌，喷湿叶面也可以，有利于它花叶分化，让这个花朵呢开得更艳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品种的太阳花，花谢的时候呢在5-6点钟，正常的太阳花太阳下山基本上没有太阳，到了3-4点太阳花的花朵就回缩了。我这个就不一样，一直开到5-6点还是这么鲜艳。想打造这种太阳花呢，最主要的就是扦插更多的枝条在一个花盆里面，枝条长得茂密了，而且呢看起来就更加具有观赏性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了，再见。